近日，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摄制组在稻城县亚丁景区冲谷草甸开机拍摄，陈小春父子以及包贝尔和包可爱父女俩，杨硕和他的一双女儿，耿乐和他的儿子参与拍摄。现场小包总杨硕戴着黑色渔夫帽和墨镜，帅气依旧，一路面带微笑，与高冷的儿子形成鲜明对比。而小小春 Jasper 戴着马赛克帽子，显得十分活泼。熟悉了上一季的录制环境的他，被工作人员抱在怀里，还保持甜甜的微笑，可爱十足。耿乐一路抱着儿子走，萌娃在爸爸怀中十分乖巧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木质小剑，不知道是不是爸爸耿乐的手艺。从录奏照中还可以看出，现场维护秩序的警察数量也是多到数不清。几对父子父女穿上颜色非常显眼的民族服装，在草原上玩耍拍摄，十分热闹，也让网友十分期待了。